是你们。对，手机的一个手背孔给它打开好不好？很漂亮。再来第一首歌呢，很甜蜜的歌曲，叫做《阿爸见光》。今天是情侣来的，我举一下手好不好？情侣，啊，好棒，太好了，等下拥抱一下，抱一下。今天呢，把活动办得非常的好，来点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，谢谢。太好了，去年吧，去年我也是在那个沙滩上唱歌，有来的朋友举一下手看一下。那是基丁本地人，也只手我看见。啊，有人是哦，好，太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带来一首歌送给我们奇金。这首歌呢，有一个动作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做好不好？你们非常的棒，都知道哈。来，我们比一个爱心，我全场看一下。这个要比哦，
有比疫情才会过，然后有比才会赚大钱，有比我们摄影师比较好拍。对，摄影师大哥有没有拍啊？有哈、哦、啊，怎么再比久一点？对，好，这一首歌的重点就是，跟我唱两个字，宝贝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模拟一下，一二三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，爱两只手哦，拿一只手会变孙悟空哦，要两，好，再来这一首，那个你就鬼送给你们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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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
子宝贝很多哎、欸。我个人比较好客啦。那我们跟宝贝来合照一下好不好？来、okay ，我手上有这一张很大张的这个奇经券，有没有？来，我们先请许富凯帮我们拿着奇经券来合照，而且上面有我们的凯凯的这个签名。我们拍两张，一张你先面对我们的台下歌迷粉丝。来，我们先看十二点钟方向。来，同样的台下的朋友，来，我们再一起来喊哦。我们搭渡轮过来呀。度过幸福，阿莲，好不好？我讲一二三，就讲度过幸福哦。准备好，一二三，度过幸福。没有错，搭乘这个渡轮就可以拿到凯凯手上的这个奇经券。然后第二张，来，凯凯帮我们面对舞台，跟我们的台下的歌迷一样，来，台下的有牌牌的拿起来，有手的拿起来，手拿起来，比个赞好不好？或者是比个爱心。哇，今天很开心。刚刚这个许富凯凯凯的这个咪啾朋友们，真的好暖心，感觉好温暖哦。来，我们看十二点钟方向，来，一二三，来稍微看一下左边一点点，来，一二三，哎，后面的赞都赞哈，谢谢谢谢谢 谢凯凯，谢谢谢谢，哎，凯凯，我们再往前一点点，来，凯凯，我知道你是这个岐山人，对。这是奇经，都是奇。可是据说你常来奇经。我常来奇经啊，因为我读书，我理科很大才，我读书得家商。哦。对，然后我只要到假日呢，或者是说，哎，我记得有一次是毕业典礼，对，然后下午都会因为休困嘛，所以我就跟我的那个同学们一起，就是来奇经这样子玩。哦。去吃很好吃的东西这样子。对，那。我拄啊去台北的时阵，然后讲啊，其你到底多么多岐山啊，就是那个靠海的地方，很多海鲜可以吃的地方。大家不知道正确位置。其实岐经跟岐山，一个是海，一个是山。对。对，所以但是这个回答也是蛮可爱的，对。对。也就是代表说，就只能用在岐经岐节喝什么菜，所以他们第一个印象就是在海边。海边。对、哦。所以你就直接带他们来岐经吃冰吃海产。对。然后再带香蕉给他们，说这是岐山。对，然后再过渡轮。对对对，这样对嘛？对不对？对，好美好。哎，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因为之前呢，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哦，真的也是很辛苦这个演唱会。但今天带着好歌声啦。谢谢谢谢。但我有个小小问题想问一下，因为在这个小巨蛋唱歌，当然感觉不一样，万人之上。可是今天回到在人精土精有没有？心情怎么样？来到奇经唱歌，非常好。因为对我来讲，我本身就喜欢海的味道。对。因为我觉得海的味道有一种很多五味杂陈的一种感觉、哦、对，它有着快乐，有着思念，有着很多很多的含义在里头，所以对我来讲我非常喜欢海。嗯，所以刚唱起来特别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平常海水的味道，海风这样吹，哎，感觉感觉就袂歹啊！真的，对、啊、太棒了。然后呢，刚刚就是一直抱着这个，有没有？你知道吗？上面就是有这个，这是超大张的奇经券，也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，就是现在只要搭渡轮来到我们的奇经，你就可以拿到100块的奇经券。哦，这里的摊商啊，都可以来使用，只要有贴贴纸、有配合的，都很欢迎。是。而且最好的就是呢，你只要比如说我今天来、明天来、后天来，我每天都来，每天都可以拿100块。哦，每天都可以啊！每天都可以，哦、太好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啊，这么多同班美食。对呀、啊啊，所以下次富凯凯凯回来的时候，你也要搭渡轮。我会搭渡轮。对，然后你也可以拿券去吃。好。对，而且你刚才猛修更啊，对不对？修更也对。修更你家啦。好，所以今天的这个凯凯除了带来很棒的礼物，有好听的歌声之外呢，哎。这个签名的大张的奇经券要送给大家，但是你去店家你不能拿这个哦，他只会跟你合照，他不会还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是要拿真的奇经券，但是就是告诉大家，这个有纪念性的，好不好？就是今天你来奇经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回忆，有凯凯的签名，谢谢。所以我要问问题，哎呦，来哟、哦，哎，那我问一个，你问一个，好不好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吗？好，首先我就赶快先来问一下了，刚刚 Tracy 有讲到喽。搭乘我们的渡轮来到我们的奇经，嗯，可以拿到什么？来，请放下。还有一件事情，然后你还要告诉我，我如果想要拿很多天的话，嗯，反正你就是稍微介绍一下奇经券给其他人啦、啊，我怕人家不听我讲话，阿、啊、内 OK 吗？好了，准备好了，一样数到三，三。红衣服的白衣服红条的先生，来来来，你应该听得懂我在问什么哦。现在你就是主持人，你直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可以拿到什么券，然后怎么拿？旁边是你搭渡轮的，然后奇经券。
搭渡轮就可以拿到奇经券，没有错。来来来，送给你。旁边是女朋友吗？旁边是女朋友吗？我女儿。女儿。凯凯，重问啊，重问啊。哎，那老婆在哪里？在后面吧。在后面吧。OK， 好，你好会保养哦。哎呀，天哪！我也吓一跳，坦白说。因为这好。这可是女儿会哭哭啦。不是，这代表说。爸爸表演得很好，所以女儿也是很年轻很漂亮 啊。这个女儿应该才幼稚园吧。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我有点太夸张，太浮夸了。天哪，这个爸爸也太年轻了。啊，这个要常来奇经就会这么年轻。一种爱晒太红的吼。太可爱了。怎么那么有趣啊。第二题来给你。第二个问题啊，好。很简单啊，我就输那个上面的文字好了。好啊，没问题啊。请问这一张叫什么券？这也是放水题耶，凯凯人真好，来放下来，放下来。那，刚刚是我选的嘛，所以让你当坏人 OK 吗？对，你老婆在哪里啊？还在问，一直很想。太神奇了，这一题。好，那我所以接下来这个让你选好不好？哎，好，可以哦。好，我这牌有没有？拍谁啦？没啦，没进了哈。好了，一样数到三啦哈。但是数到三，要赶快压起来哦，准备好喽。啊，注意安全啊，不要把口罩拿下来哦。三，小心吧。不要紧，马进来。我已经穿掉了。好，多谢你。我首先要谢谢我的粉丝，对他们很大爱，所以我们把这一份那个可爱的礼物，就是留给我们奇经的朋友，好不好？我先跟你讲一下，你真的，他们下午两点多、一点多就已经来现场卡位了。他们一直在发现实动态，他们吃什么啊？很过分嘞，很过分，这样很真哦。好，那我们谢谢粉丝，我们就把机会让给其他的朋友来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我已经看到了。你已经看到了，好，是哪一位？刚刚这一个，我正中间这个，对，你在跟我挥手的这个姐姐，黑色衣服，那个桃红色，对，哦，桃红色的姐姐，橘色口罩。好，姐姐，请你大声的告诉我，凯凯手上拿的是什么券？耶、yeah, ！恭喜恭喜！好，来由我们的凯凯直接亲自给你。谢谢谢谢。怎么办？等一下刚刚哥哥如果跟我说他要重新拿礼物，来来来来，我拿给你。好啦，你人家工资啦。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好啦，其实许博凯真的是非常忙，然后呢，也特别在这个忙碌的行程当中，也是要力挺我们高雄，力挺我们奇经。我在地，我高雄人诶，一定要来呀、啊。对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好听的歌声当然不能够间断啦，所以接下来我要时间再交给我们的凯凯咯。好，那我刚刚有提到嘛，就是说。其实海的味道有很多很多的含义在里头。接下来我会亲自去刮呢，是我在去年自己写的。那我觉得高雄对我来讲是我很重要的养分。对，我底家就是底家读册，底家做工课，哎，冇有啦，底家做工课，然后就这样一路去到台北北漂工作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我对故乡有一个很我怎么说呢？有一个，每次当你一个人在台北的时候，你会想起很多的事情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就用这一首歌来代表我当时所有的心情。哇，太棒了！来，这一首《魔乡》，掌声鼓励。这首歌如果让你想到某一个人的话，这首歌有个特点，把想的那个人放在你的心里面，好不好？波涛我的风吹散，悲湿的花干，犹原搁栽伫遐。同款插着彼丛无声的牵挂，这几年开的花，拢是思念的形影。门口的孤单，穿梭我甲你作伴，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车，拼拼的少年，离乡的囡仔，梦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一份亏欠，藏在心肝。
等待我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，思念无声，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藏在心肝，感谢你牵着我到到我行。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车，拼拼在少年异乡的囡仔，毋忘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寒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有一份开疆，藏在心肝，你是不是在故乡等待我？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寒。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藏在心肝，感谢你牵着我到到我行。吓到后面的妹妹还是怎么样？她刚刚狂哭哎、欸，没事没事没事哈。没有，是太好听了，谢谢啦。对，只是不好意思，我又上来了。你怎么说？你知道吗？是、欸、台下反应很热烈，说我也想要拿凯凯签名啊。哎呦，所以应观众要求，我们现场签，热腾腾的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，因为真的不是我个人偷签的，好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这一份会剪成100片送给大家，然后大家见面就要拼图，是不是？哇，太可爱了。来帮我们签名，那就上面写的是来奇经放心丸，就是希望接下来是不是要你说要送给大家嘛？对对对。那我觉得我等一下签，我想要这一张比较特别一点哦。对，你要干嘛？不说哦。好，我们凯凯慢慢在后面画画。但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呢，这个来奇经放心丸，因为接下来一直到八月份、哦，每一周在我们的奇经都有很厉害的活动会陆续登场。天哪、啊！天啊、对，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来到我们奇经都可以放心的玩。当然，基本的防疫的基本功还是要给它做好喽。对，没错。那我们就先选，先选，你先不选，我先不选。哇，这太刺激了。好，那我就一样问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啊，来好不好？好，刚刚有提到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到奇经怎么样，所以就是牌牌上的东西大声的给我念出来，这样就可以了好吗？放什么什么玩，或是什么什么新的玩，或是放心什么什么之类的。对，我们的大字报已经在这里咯。这份礼物很特别哦，来数到三，一二二三。哎呦，那只狗就是你了。就是那只狗。他会回答吗？什么？来，请放心玩啊，没有错。姐姐，你口罩戴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事，没事。好，那姐姐，你可以，我
姐姐你要怎么给他这个礼物啦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叫何云。何哪个何？合作的合。合作的合。一个女，再一个雨。哦，再一个雨。云。云。上面有署名哎。哇，何云，哇，谢谢我们的凯凯。因为真的很多的歌迷粉丝啊，很开心今天可以这么近距离来听到我们金曲歌王带来好听的歌声，而且呢还带来这个礼物。其实在这个牌牌上签名哦，真的就是希望大家像牌牌上说的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奇经，然后来放心玩，但最重要就是搭渡轮来，你就可以拿到奇经券。而且接下来每一天都有精彩，每一个礼拜都有精彩活动。然后明天呢、就是这个电音 party 的，好不好？电音 party 哎呀，凯凯好像很喜欢跳舞哦，来送给我们和平，谢谢。今天就当做我们两个结婚了哦。哈哈哈又想比爱心了，那不然就孙悟空了。孙悟空，你的梗好可爱。谢谢啦。好啦好啦，我不再闹你了啦。但是台下的朋友，如果你觉得不过瘾的话，记得去 follow 这个凯凯的脸书粉丝专，因为接下来有哪些活动啦，发新专辑都会跟大家分享。对，因为呢新专辑也在筹备了。哇哦！对，然后也希望真的有机会可以回来高雄再开个演唱会。演唱会，演唱会，演唱会。好啦，演唱会我们今天就当暖场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再次给我们的凯凯一个热情的尖叫声。谢谢。再来这一首《听你拢会离心》，谢谢，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你们。谢谢，我记住你了，何云姐姐。谢谢，谢谢。手机手电筒的打开，我天的心，拍着偌济人的约定，人生路顶，就这条路叫做人生。你陪我讲心情，你陪我看风景，你陪我去探听幸福的原因。天顶的我，听过偌济人的情话，有缘过，像世间人变化足多。若亲像想的天，定定不是你的，电动卡踏实地，幸福才开花。我行行行过有影，你伴伴伴过孤单，来看看看过繁华，已经变心听袂去。画出一张一张美丽的风景，我听你听你的入声，你爱我爱我才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都是为着甲适合的人欢喜。Show me
情，是两人算大看当时，有我那上水的春天，是经过酸涩才换来的甜甜。我听你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爱我才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咱适合的人欢喜。Tracy， 听你的心，听你的歌，拢会入心，对不？好了，好了。